好，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爱德华兹的书《宗教清扫》。我们的书是到第三部分的这本书，第三部分是谈了爱德华兹从圣经归纳是一个记号，可以说基督徒有的，但是非基督徒没有的。所以从这十二个记号，我们是有根基知道我们的属灵的情况是如何，是重生得救。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到第三个记号，这三个是他说是，你们会不会记得？第一是什么？这个的重生的情感是属灵的，是神圣的，是超自然的，从神而来的，有点直接感觉到，这是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做他的工。第二个记号是一个那个的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会让我们爱主，也不是因为我们得什么好处，这是因为上帝配了我们的爱，没有什么的。二个动机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动机就是爱主，因为他是可爱的。第三个记号是谈什么？爱主，特别是因为他是圣洁，爱一切圣洁的事，就看了主的美容，不是他的大能，他上帝的美就是他的圣洁，加上圣洁有他的大能。爱的话是从这里说，基督徒从神的灵有神的灵的内住，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交通他的本性，因为圣灵就是爱圣洁的，和他是让我们像他爱一切的完美圣洁的事，从神的话语有一个新的，他会说一个领受，就是领受圣洁的美。好，我们现在到第四和第五个记号。这第四和第五个记号是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说第四和第五个记号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爱德华兹，我认为他是讲正确的，是我们的改革宗和圣经的知识论 epistemology。 我们也可以说改革宗的一种的呼叫学，我们用白话说，我们的基督徒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圣灵怎么让我们确据，有确据关于属灵的事。我们的一个爱德华兹的分析是人有一个头脑，头脑会有一种的知识，这个知识以后会影响我们的心，心会有一些的感动，就是有这种的秩序。所以他谈的这第四第五个记号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中文很有意思，缺少这个是 mind， our mind， 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的思想的部分的有什么样的情况，若是属灵的有什么样的情况，若不是属灵的。well， 第一个他要我们的注意是知识论，说基督徒都有知识， all have knowledge， 都知道神的存在，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再给我们的许多的经文关于这个的题目，以后他说是可以到永远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是我们若犯了罪我们不认识他，中文知道不知道他怎么说，但是都用这个字知道。 We have not known him，
我们是谈的整个约翰一书都谈的认识神，认得他，知道他是谁。我们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没有人认识神的儿子，只有父。好不好？我们一起可以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就也常常说，那他们能够知道我是神，这是神 的老百姓。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请。这里是代表子，圣子若启示了我们，我们做什么？认识父。若没有启示，什么样子的？不认识父。是，我们也可以看有名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请。可以读十五节。对，这里是做一个差别，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是他是基督徒，是有知识，就认识真神，是甚至他说是看透万事，但是非属灵的人是不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可以继续应用，可是你就是想了，每一个圣经里面的是属于神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在那边的摇动，说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是不是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是有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和圣经的话语里面许多的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罪人，他十字架可以救了我们的，都有一种的知识，非属灵的人没有的。为什么？我们要谈为什么和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爱德华兹会讲的是知识在圣经里面是从属灵的光而来的，从神的灵是光照了我们。今天我们唱这首歌 跟这个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他请大概第三节说，每一次 看神的话语，我们要做什么？看他的荣光。OK， 给我。让我能明看见，对不对？第三节，这宝贵救主，对这个的，就是他的前面，你用你荣光做什么？照亮每一句，是他就是说是从知识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灵，是光照我们的，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看见他的荣光，知道他是神的话语。那这里的最有名的地方谈了这个的被光照的，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爱德华兹常常用的，保罗在讲了一个属灵的人是如何。我们看开始第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
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好，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他开始讲，后面会发展的。我们的基督徒是看神的荣光，但是非基督徒是看不到。我们看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四章三到四节，请。好，以后最后看第六节，请。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对，叫我们知道，是不是？叫我们知道神的荣光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他说，基督徒是。第一，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知道福音是神的救恩的路程，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怎么知道？是因为神的灵是光照了基督徒，会看到一种的荣光，在一种的美，一种的伟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圣经里，在一切跟神有关的事，这个会给我们的属灵的指示。这里是爱德华兹会把前面的这个的人有这个的心的能够领受圣洁和非圣洁 的不同，一个是很糟糕，一个是很美。这个的领受心 的体会是给我们一个指示。我们是看到这个的圣经里面的我们的主的多么的美，同时间会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主的救主。我们看到这个的神的话语，就是刚刚说你读的时候每一句话是他怎么说，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的救主，对不对？这个是前面的。如果你明见看我们的荣光的救主，会不会知道他是救主？有。会不会是有一种的确据关于这个的事？有。如果前面的说读神的话语，每次你读你是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我们读神的话语，他会有他自己的力量在里面的，他有自己的，你很难说的，就是爱的话只会说是一种的伟大为吸引人的心，and 同时间让他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的。基督徒是重生得救，有这种的经验，是可以说全世界变新的。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旧的事情怎么去？过去，新的来。所以你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概念，以前我都不知道，现在我知道。这是上帝是谁？上帝的救恩的路程的，上帝的救主，我知道上帝的规则，哪一个我可以分得出来？摩西和穆罕默德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圣经里面的话是有一种的神圣的样子，不是人所写的样子，甚至会变完全新的。可以说的是
很多人做见证，读神的话语还没有信的时候，可能你们是不是如此？我们从基督教的文化长大，比较了解这个。小的时候听神的话，你读神的话，都觉得无聊。到底是为什么看这个的？2000年前的很久以前的东西，好，教我们形象，我们尽量做。有没有被光照的？没有被光照，但是有 一天，不管是在高中、国中、大学， 你读的时候，突然的觉得不是很有趣的，以后每一句话都有趣，都有趣，都受吸引的，都是值得、注意。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说都是新的，你开始有神的灵的光照。同时间会知道，事实上好像是一个，不就是有趣的，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说在、基督徒的心，这个的圣经的圣洁的美，每一句话的伟大的，会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不管是关于咒诅，是关于连咒诅的事，这是圣地。那我们要注意，爱德华兹是定义这个的，说是这种知识从两个角度来的，两个来源的，可以有这个的辩论而来的知识，有上科学的课程，E=MC². 另外的很多我们的知识从我们的无关。对不对？来的，我看到这个是一个椅子，我知道它是一个椅子。这个有没有什么辩论过来的？没有。我味道是，有人在煮好吃的咖喱饭。你会不会知道人在你的那边吃，煮咖喱饭？会，或者你是也有这个的。Taste 对不对？哇，这个很好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哇，我看他的家谱，我发现从家谱用推理，它是好吃，对不对？师傅，谢谢你。可不可以推荐从师傅？它是好吃的。不可以，你怎么知道它是好吃的？你就吃它，对不对？第一个事情，爱德华兹要说是这个的属灵的知识是比较靠近这个五官 的样子，没有靠近这个推理的样子。不是我推出来一个新的一个真理以后我是知道，因为我把它推出来的。圣经说不是，比较是我们有、后来他会别的地方讲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是 spreading the sweet fragrance of Christ， 他用这个的味道。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有没有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ood， 有没有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尝到主的美，他没有说你有没有推出来主是好的，推论，对，主是美好的。所以他会说这个的新基督徒有一种的新的知识透过神的灵，这个新的知识从这个圣灵的光照我们的。他用很多的经文，你们对圣经熟会知道这圣经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被光照，那个光照不是一种的让你推理， 是让你直觉圣经 的真理。从这个角度，爱德华兹会一边说，若看到许多的人是、有说他们有知识，但是这不是属灵的知识，他们是看一个异象，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属灵的知识。我了解一个预言的意思，这个是好的，但是不是证明人是重生得救。有人是、可以
知道天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不一定有这个的救恩在他们的心。我们的属灵的知识，那个心的知识，它都是在谈，是从神的灵的启示而来的，and 给我们对圣经和圣经的内容一个新的一个领受，让我们知道这是圣经，这是神的话语。这个 教导是重不重要的？它有它的重要性。一边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确据，是从直接感觉到领受到神的灵的启示在我们的身上，知道神的灵在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里面。爱德华兹也有另外的一个跟他在这里讨论的是神的灵的带领，也是如此的。我们常常要知道上帝怎么带我们的，可能会要人跟我们辩论，可不可以说服我神灵要我做这个或做那个。爱德华兹说神的灵的带领的是关于道德的事第一，但这个关于道德的事是比较感觉到，当然有圣经 的广告也辩论不是不重要的，但是最后哪里可以做基督徒，是不是我每天用推理要基督徒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不是，你推不出来的。你直接透过认识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的工作，你感觉到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很骄傲的糟糕和谦卑的美。一边你看别的人，有的时候担心他们有点骄傲的样子的，跟清楚你看你自己的，你可以分得出来，透过神的灵的光照，什么路程是好的，什么路程是不好的。他有一个你的朋友说，我的父母我就是要跟他们辩论，因为他们拜偶像，他那个的辩论和 推理可能会带来一个不完美的一个情况，神的灵的工作在不同的是受到神的圣经的光照必须有的，但是会有这种的感觉在那你的心，这个不是 很好的一种的行为，有点有问题的。甚至有的时候辩论的人可以辩论比一个谦卑的人更能够辩论从圣经而来的，圣经说不可这样子，要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但是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小聪明要跟你说圣经怎么说，神的灵是直接启示人，让我们知道这神的路程如何。好，这个是第四个记号，是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知识，和这个的知识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灵 的光照。第五个记号是跟这个的有继续做下去，他会说这个的知识，基督徒的知识是包括一个完全的知道的确据，意思是不再怀疑。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知道，有人可以说你怎么确定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关于永恒的事。一个他们会觉得你没有根基，因为事实上他们的信仰是没有什么根基，但是爱德华兹会说一个基督徒全部的圣经就是如此的，人基督徒传得到心里会知道，不是很骄傲的有点夸口的我很聪明的，但是心里知道事实上我对你错了。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得罪了别的人，有的时候不可以不得罪，因为实在的他在那边跟你讲一大堆关于佛家，我说我百分之百的知道你是错了我是对了，虽然你百分之百的觉得你是对了我是错了，你是同一个感觉，但是你没有根据，你是错了我就是对了。他说那怎么不不不，你可以问你自己，圣经里面有没有每一个信主的人是有这种的确据关于神是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有名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到十七节。门徒们本来在怀疑耶稣基督是谁，以后彼得受神的启示，他是肯定耶稣基督是谁。背起来，念，请。对，这是彼得是一受到圣灵的启示，是他有一个完全确定，现在我知道，他从那个时候起是有这个的确据的在他的心，虽然他有一点的偶尔退步。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第五章，保罗是形容他自己，但是几乎是不需要看保罗是不是完全知道，不可怀疑是一种的确据关于他的信仰。彼得有没有？有，是这个的，特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有没有非常肯定？对，就是完全有确据关于他们信什么，你知道我刚刚说的是他没有怀疑，但是事实上他变软弱，对不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但是复活以后就变不一样的彼得，都是新的，他有这个的确据，他穿的有没有很勇敢的穿，他跟法利赛人讲，可能你对了，可能我对了，有没有这样子讲？圣经怎么说？圣经这样子讲，可能 那个是对，他没有如此讲的。你会看全部的新约的人也是如此的，一有神的灵的光照，有一种的确据关于他们的信仰。我想不需要继续看许多 的经文，但是爱德华兹有另外的要我们注意的事情，他说是一个合理的确据，是一个基督徒不就是有一个确据确定关于信什么，是合理的，是理性的，是可靠的，是有好的根据。他先谈的是要注意一些事情的，有每一个宗教的人，许多的人认为他们是对了，也是我们可以在基督教长大的认为我们是对了，但是没有一个很合理的完全的从圣灵而来的确据关于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父母这么跟他讲，从小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是对了，我就是相信这是对了，我就是继续相信，那个的根据是完全不可摇动的吗？一定是对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邻居的孩子是另外的信仰长大，对不对？那他们的父母是跟他们讲的，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唯一一个相信基督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背景和我们从教会长大，所以我说当然的，我是信这教。但是别的人是在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的教会、在他们的长大，有这个的信，不同的信仰，两边有同一个根据。所以两个都不是可靠的，所以他的意思是基督徒的重生得救 的根基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这么讲，父母跟你讲真理是非常宝贵的，父母跟你讲一个错误的宗教是伤害你，但是最后重生得救你信的理由不是因为你就是在这个教会讲的，如果你的信的理由是跟佛教信的理由和回教信的理由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的工具。事实上他继续讲下去了，有一些人因为看圣经，我就是信基督教，我祷告
这位神 是回答我的祷告，我这是信，那这个是好的，是一个开始的。但是有没有一些人进入庙里为一个事情的求他发生的，所以后他就信了？他会跟你说怎么知道这个庙里面的事实，他说哦，因为我求这个求那个以后发生的。有没有听过了？爱的话就是在说的是这个世界，这个是跟我们的灵恩的运动有它的一个困难，它就是要人的信仰盖在一些的可以看到神的大能。但是问题是很多的假的信仰也是靠着同一个事情给人看神迹看奇妙的事，它就是来信。我们耶稣基督犹太人看到他新的神迹，许多信他，圣经说，但是他们有没有都重生得救？没有的，他们因为这个神迹信了，但是他那个的心不够深在他们的心，他们没有神的灵的光照，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美，他就是因为一个神迹是信了。约翰福音有两个地方说，耶稣基督 不是把他自己交给他们的，因为知道他们的心。甚至在第八章圣经用这个字，他们信了，代表他们决定要跟随主，但是不到五秒钟以后他们在控告他，大概20分钟以后要把石头打死他。有没有这个的事？因为他是他 说亚伯拉罕还没有，我就是存在，这是同一批的人。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盖在神迹而已，而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不是一个十分合理的一个根基。他也给一些别的例子，人做见证，我四个人跟我做见证，基督教是真的，哦，我这是因为他们而来信，这个是很合理，是一个开始。但是是不是圣经说重生得救的人的确据是关于从这个而来的？如果你听我刚刚说基督徒是基督徒，完全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可不可以完全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四五个基督徒做为你做见证，或会有一些怀疑的空间？我谈合理的应该有一些怀疑 的空间，因为有没有一些的会 我是有一个朋友在大很可怜的事，很可怜的，他是我在大学，我在研究所，在加拿大有两年带一个小组，这个的小女孩，她真的是很年纪很小，我记得是11年级、12年级大学，她也是，但是很父母是做宣教士，所以他都是跟随父母都来教会都听一听，他有一点心里面问很多的问题，所以不知道他的信仰在哪里，但是他自己想他信了。他是到大学一年级突然有什么回事，工厂党的人，一个工厂党的人在大学里就是跟他说，你们的基督徒和这个的美国的这是都谈天堂这种的事情，你知道在南美我的国家中美大家都在受了苦，都是因为美国在支持这个的败坏的政府和你们的基督教，我们就是要做工厂党的推政府。那个人都穿了这个的军队的衣服，现在如果做一定被抓了，他就信仰就垮下去了。他从来没有 听过任何的别人做这个的讲反对基督教的话语，传另外的可以说福音，这神的恩典过了，我有很多的事在里面我不谈全部，但是大概10年以后他就回来，他发现共产党也是很糟糕的，以后他就是回到基督教。那个的爱德华兹要先说什么不是合理的根基，
合理的根据，他就是说你是从这个的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荣光是完全合理的一个根据。那他先有一些的辩论，他说到底圣经是不是充满了荣耀，耶稣基督 是不是个荣耀的救主，圣经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书，就是的，是不是有每一句话你刚刚唱了你没有抗议对不对，你说、求你用荣光照亮每一句，有没有每一句都有一种的美，一种的伟大，它的道德 的教导，它的合理性，那可能以前你没有想到的，它就是它真神是充满了荣耀，我们这批人来到他的面前是完蛋了，一定需要一个救主，这个的是动物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吗？没有，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吗？神爱世人，这是一种的伟大的合理的荣的教导，和神的灵会启示了我们，他的意思是圣经实在的有一个美伟大的荣光在里面的，所以基督徒神的灵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他在面对什么，他在面对一些爱辩论的人，所以不是我就是要觉得我必须有个辩论才合理来相信，就是哲学的态度，他说 他那个的爱德华兹在想的，这是300年以前的，这里是不需要的，辩论是好的，爱德华兹辩论的比你好的，辩论有我给我们一些帮助，后来我们应该开始想辩论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语，但是他谈我们的最深 的信仰是盖在一种的神的灵的启示，他在揭示神的灵的启示，就是给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美，圣洁的美，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宗教。The Quran， 知道 The Quran， 回教徒的书是不是跟圣经一样完美？不是，差得像天地。No， The Quran 的人会跟你辩论，说不是这样子，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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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但是基督徒会知道，因为是已经知道圣经的美。那爱德华兹说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来信的根基，那就是说圣经有这个美，上帝是个荣耀的上帝，他可以给我们看他的荣耀的救主，是不是神 可不可以这样子做，有没有什么拦阻上帝打开一个人的心，他可以看圣经里面的伟大，一切的圣经的教导的伟大，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上帝，他就是给可以打开彼得的心，就是看得出来，他是说不出来他怎么看得出来，他就从耶稣基督的行为，从他所学，从看到的，从他的旧约的背景，从一切的他想的，突然那个光就开了，你是基督，他完全有确据耶稣基督实在的是基督，神给他看到，他也用另外的一个思想， 我帮助你，我们这里 讨论的辩论的你的信仰该在辩论上面吗？他说不是，那个的一个普通的作者，我常常跟人这样子讲，华人有三百唐时代的时候的诗，对不对？唐诗三百首。我问你这一些的诗人有没有一些的伟大的诗人吗？写这三百首，你说的应该说有诗人，信和不信还可以很伟大，很多的不伟大的人不信的写美好的诗歌和诗、他们也是有一些灵兽，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根本不是很伟大，你看我跟他们一样大，写个诗给你看，乱所有的人说乱七八糟的。谁知道 The Beatles， John Lennon or Paul McCartney or Ringo Starr， 哪一个比较好的诗人？
Lennon, McCarthy, or Starr?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吗？ The Beatles 里面的 The Beatles 是中文怎么翻译？ The Beatles 里面的他有四个人，我们不谈 Harrison， 我们谈 John Lennon、Paul McCarthy or、Ringo Starr。谁比较有诗人的能力？你们不知道吗？没有。John Lennon， John Lennon 就是 The Beatles 的那个的力量从他来的。McCarthy 是第二名， Ringo Starr 都没有。他写一首歌根本没有什么的样子，你一看知道这个人有。Well， 我就是我们回答、为什么提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的唐代的三百诗歌？唐诗三百首。是那些诗人是很伟大，是透过辩论吗？你分析他，你看他这个字跟那个字是同音，有没有这样子做？没有，你就是读他，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灵受可以做分别，你就是读他，你就是看。地上的作者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看你这本书写一个小说，我说哦，那个人很有能力，对不对？我认的那个作者是透过他的，不是透过辩论，我就是看得出来他是如何的。怎么看得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读这本书，这个人不应该写小说，他应该做别的，对不对？这个人以后，甚至有一些很被接纳的，但是你还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时代那么糟糕？喜欢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价值的。音乐也是一样的。Mozart 很伟大吗？ Beethoven and Bach， 我也可以说 rap music 跟 Beethoven 一样伟大。但是你可以跟人辩论说不是吗？你辩论到永远，你最多可以得到豁然路可能在支持你，但是你的心里是从听而知道。从看而知道，所以爱德华说这很合理的，圣经也是一样的。这本书是上帝所写的 ，The Quran 是一种的有问题的人所写的。我怎么知道？我就是读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读这个看得完全的不同。它有它的美，我看得出来，我不需要什么的辩论。他要证明这是合理的，甚至是我们越想，大概就对了。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就是直觉，它一种的道德的美，这个故事、周恩历史研究都有帮助来直觉，但是最后是一种的直觉。爱德华兹说，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教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真的。我们偶尔在，我记得在 Montreal， 我们会跟人讲，有人跟你讲一个道理。你觉得他是对了，但是很难，他没有说服你的心，因为他觉得有一点 OK， 我听过了，但是我没有很大的确据，他看大概你是对了。我们说你跟人讲道理的时候，你把这个的真理活过来的以后，你很难够讲的，你把他让他、这个的变一个事实，有听的人会就都对了，你讲的都是对了。你可以了解是不同的、讲法，这是我们的目标，是人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不是从这个的辩论而来的。每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基督教里面，动物不能够吸进人的嘴。我现在在读一些犹太教的东西，因为下个学期会教这个的有名的作者，他就是想当然动物能够吸进人的嘴有什么问题，就是很深厚觉得这样子、他就不对了。基督徒应该讲得出来动物怎么能够吸进人的嘴。 Well， 这里是爱德华兹的要这个的谈的，我最后给你一些他的辩论，很有趣的。但是要抓住他的知识论，他跟改革中的，你可以说跟 Jarwin 连在一起。
Jarwin 就是说神的灵的内心的见证是基督徒的根基，不是这个的一大像有一些天主教或哲学家或理性主义者说你必须证明你是对了，我试试看证明我是对了，谁可以打败谁，谁对了，你了解什么？完全用哲学或大学里面的辩论决定真理。Jarwin 说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爱德华兹还在发展这种的方向。基督徒要不要有辩论？要，他们都很看重的。但是就是谈我们自己是有知识 and 有确据，第四和第五个记号是透过神的灵的启示给我们直觉到真的。那他给我们很快四个辩论，说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子做的。第一，一边说可以证明是哲学的路程，不是神的路程的。第一是，若是靠哲学，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信，因为大部分人不了解这个哲学的东西，对不对？听右边辩论，左边辩论，不知道谁对谁错了，连他们在讲什么他不知道。所以这边只有1%的人是能够有好的一个信仰。第二点是，那个继续发展的，这个很值得注意，是那个的我们的圣经说前面在后，后面人在前，对不对？这是知识的人会在最有智慧研究，他们在一些老太太的后面，因为他们变很骄傲，但是没有其实。第二个是辩论永远带出来一个可能性，豁然度高，没有带出来一个确据。你了解什么？你听哲学家辩论，一个人辩论基督教是真的有用，可是最后你会有一个感觉是大概对了，但是神要我们有完全的知道，看才是完全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有没有人在怀疑？ OK， 我有另外的书在我的后面，它是黑色的，基督徒常常读的，也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的。它是什么书？ Well， 不管怎么样子，你用推理，你不可能得到那么大的一个确据。你就是会想，好像就是圣经，就是新约的圣经，没有错。推理带出来是豁然率比较高。但是没有这个的确据。第三个是经验，是你问你自己，我快要问你， 你分组要讨论，我看了2分钟我需要结束。你的信仰是透过听一些哲学家辩论，或听一些查经，听到被感动，有直觉感觉这是一个真的。99%的人会说他们这样子的来，这样子 的来信。那我们的圣经就是强调我们是见证的人，我们是见证的人，代表我们是见证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见证我们经验到的。我们不是见证跟这种的辩论是不同的，我们的辩论不需要做见证，我们就是对人做见证，我们所经验到的是好。他就是从这个做一个结论，是说这个辩论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基督徒的最深的一个根基。这里是若我回到我开始时候，知识论是什么？知识论就是在讨论知识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样的根基，基督徒怎么知道。And 爱德华兹的知识论都是在这个里面，是透过神的灵的启示。我们的这个到现在可以说如果你知道布兰蒂卡是谁，西方的哲学家还在辩论，
不然的一个改革中的基督徒，他用这种的概念跟哲学家谈，他们做什么？昏倒了，真的昏倒了。You've got to be kidding, they think. 因为他们那么深厚认为是你要完全真理是透过辩论而决定的。我辩论是神存在，你辩论神不存在，我们看谁的辩论比较强烈的，我们就是应该跟随的。那布拉迪克说是为什么？那个你的是你的哲学家的一个前提，但是你们也说了，我这本书是圣经，你很困难的辩论的出来，所以哲学家就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你可以确定是希腊文的一个圣经，变怀疑派的，到底你的时间和空间存在可以辩论的，它存在吗？恐怕哲学家会证明也很难辩论。最后哲学家都变怀疑者，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们就开始在一个前提，这个一切的重要的事必须透过辩论而来的、圣经不是，圣经说透过神的启示，我们为他做见证。好，我要你们分组讨论的是你自己在觉得你信的根基在哪里，你可以 回想你来信 的时刻是不是从启示而来的，或从辩论而来的，或你可以自己有点分享你自己的这种的过程的。好，我就是讲到这里，我们来做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我们求你按照我们今天所唱的，每次我们看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自己的荣光在里面的。我们能够常常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为我们能够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信仰的。求你的恩待每一位，包括我，能够有多的圣灵的启示和感动，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是有更深厚的勇敢的为你而活着的，直到你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我们要仰望你，我们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